会让家人们有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。六零后小时候吃，对，那个时候小时候吃的黑的，但是咱们那个放的时间长，这个呢，咱们就是新鲜的，新鲜采摘的，咋吃了？咋吃了呀？想知道怎么吃的，吃一个我看看。我说人情话，拍了拍了，说人情话，你也别人听不懂，怎么着？这跟黑色有什么区别吗？没有区别，黑色的就是放的时间长了一点。我要说人情话，你也是听不懂，还怎么着啊？MS，你在那光知道乐，哈是，就是啊。你说咱们听，你说咱们说了半天，你要是听不懂，还不挠你的慌吗？这个秧回水里还能长灵性吗？小的能继续长大，但是它不能再生了。二哥，我昨天拍了，今天发货了吗？昨天拍了，昨天就发了，你就在家等着吧。明天今一会儿说不定就收到了啊。哈哥咋听不懂你？哈哥就是嘛，你也别人都听不懂行吗？别听不懂哈哥是什么？哎，黑色的老的好吃，面多，也不一定啊。这个就是二哥早晨煮的，二哥早晨煮的，我这不来拿出来，来了就拿着点来。我一边，我就知道家人们会让我二哥尝一个。咱们煮熟了之后啊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煮熟了之后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嗯，看到了吗？嗯，好了，宝宝，没有了。菱角有其他颜色吗？他们不是说有黑的吗？上链接，还有家人没有拍到吗？没有拍到的家人们，咱们打加单好吧？我看有多少家人没有拍到。像吃花生一样。丫丫变成我客服了，我有那么幸运吗？煮多长时间是吧？咱们煮上，开锅以后煮15分钟，可以的，口感不错。嗯，可以当零食吃。看看你光听你说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欧阳子腾上车了，有问题您打在公屏上，没有问题右下角弹窗口，大家去拍就可以了啊。今天拍，今天发，京津冀明天差不多就能收到了。闪光了，好了，家人们，给你们已经加满了。我只看到过干的，装饰菱角挂在腰间。嗯，今天终于能吃上了。而且还是新鲜现摘的，还是新鲜现摘的。烛火大了，月琴真好，是老的还是嫩的？现在是老的了。已经老了，你们看到之前看到黑色的和咱们这个啊，还是有区别的。咱们这都是现摘的，为什么有些是黑的，
有些黑的不是白洋淀的产品，不是白洋淀品种，也有可能是用了别的东西才让它变黑的。咱们这个是都是现摘的，都是现摘的。咱们这个老的好吃，一斤多少哥？一斤大概我这手里这么多，一斤大概这么多。咱们发的是三个这么多，是三斤，咱们发三斤。主播一会儿吃饱了，白洋淀出零叫人就出地零，吃不饱当零食吃拍呗。一单拍了是吧？一单拍了加急，好嘞，二哥给你备注一下啊。还有这个嫩的可以这么吃，但是现在没有嫩的了，但是已经没有嫩的了，看没有，这不就包出来了吗？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包出来的嫩的，像啥？生的能吃吗？能吃啊！一会儿他头上长犄角了。女王，你现在没事儿，在这来逗我来了是不是？嗯，是不是来逗我了？感恩多少钱一斤是吧？右下角弹窗口已经给您上车了啊，家人们。想吃的，咱们右下角去拍就可以了。像耳朵，像元宝，还像啥？什么味道？生吃甜甜的，生的吃是甜甜甜丝丝的。不喜欢吗？喜欢，哪有啥不喜欢的？西安几天到啊？西安三四天吧。小君君没有那么凉啊，现在水没有那么凉，放心吧。侄女，你是飘进来的吗？哎，侄女，你是飘进来的吗？来，家人们，没有吃过的家人们，我建议您啊，去下上一单，一定要尝一尝原生态的白洋淀的菱角。原生态的白洋淀的菱角一定要尝一尝，不管是送朋友、送长辈、送同事、送领导，这个新鲜菱角一定要尝一尝。我走的正门是吗？这个比板栗好吃。嗯，彩霞说的对啊，它有一股那种清香的味道。我是邯郸人，在深圳拍了一单，不知道几天能到。花香刘余生，你在深圳是吧？具体多长时间到我也不知道，肯定是这个快递嘛，他也会尽快的给您送到手啊。那就顺便问一下，您在深圳，您那边有没有卖糖葫芦的呀？啊，您那边有没有卖糖葫芦的？找个地方从你那卖糖葫芦去吧，走后门啊。你告诉他，收到货以后，那个表皮如果是那样，来，家人们。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菱角收到了之后啊，这个菱角收到之后怎么吃？有啊，好，等哪天我上你们那儿卖去，留个苗，留个鱼苗，留个苗鱼吃。嗯，菱角多少钱一斤？右下角弹窗口已经上车了，您就可以拍。这个菱角收到之后，它会有一种，有的啊，不是所有的，但是有的可能会出现什么呢？出现这个表皮，这个表皮脱落，或者是多少这个表皮呢？有的会经过运输，可能会坏掉。表皮不用管它，不用管表皮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就像这个样子，这个表皮会
出现这种情况，出现这种情况，您都不要介意。不要介意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个菱角的表皮是新鲜的，菱角的角表皮是新鲜的，它就像核桃一样，它这个表皮早晚会掉，早晚会掉。所以说咱们吃的时候啊，它这个主要是有它这个里边的这个硬皮，就像核桃皮一样。这个鱼塘能种吗？可以，鱼塘可以种啊。所以说这个表皮。